好，来，接下来呢，二位邀请的是我们以我们桃园巴德的雅乐音乐协会的歌唱班啊，带来这首又是唱又是跳的《后山姑娘》，来，我们大家用掌声来邀请他们来，这个热情的演出。
奥山楼里了啊。好嘞，接下来我们再邀请到的是由我们方燕子小姐带来好听的国语歌曲。